你怎么来了？啊、哦，我是替克林来的，他今天有事儿。啊不，哎呀，这个地方这没什么事了，你们不用天天来。本本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点吗？我挺好的。本本，你妈把事儿都交代给我了，你放心，我们尊重你的想法，好好养病，以后呢，我们就不来影响你的生活了。唐叔，谢谢你。还有啊，本本啊，你要原谅你爸爸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你。哎，二位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打什么暗号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话里有话呀。啊，没事儿，爸。啊，老朱啊，嗯，过两天我和克玲准备去趟美国看看女儿，本本这儿你多费心了。我照顾自己儿子天经地义啊，不需要你们来颁奖吗？是吧？哎，老朱，说实话，挺羡慕你的，有这么个好儿子，基因好，没办法，也是我特别自豪，这么聪明是吧？那我走了，本本，康叔走了啊。爸，啊，什么事儿，儿子？没事儿，送送唐叔。啊，老唐同志，他不像你妈那么弱智，就是个路盲，啥也不认识。你不会那么傻，不知道路吧？爸，本本，唐叔认路，那我走了。好好，本本，叔叔再见。再见，酸不酸呀？儿子，这个慢慢吃啊，早点睡，爸爸走了。爸爸，我渴望你和妈妈的到来，但同时又惧怕。人是自私的，我无法去伤害一个为我付出了半辈子辛苦的父亲。对不起，爸爸，原谅我好吗？